你这黑不溜秋的，怎么送出来的鸟蛋这么漂亮呢？这两只家伙又跑回家了，可能是饿了，跑回家要吃的了。拿点葡萄干出去喂它们吧。跑这里来了。数数呢？数啊。刚才他在数数。你好。欢迎光临，来，给你拿了葡萄干，要不要？你又还吃了？给他们葡萄干不要，可能捉虫子吃饱了，又跑了田里找吃的了，在捉虫子。看到他不停的在捉东西来吃，就是看不到食物。好像是一种很小很小的小昆虫。摸一下它肚子，看看还有没有蛋。哎，别动，还有一颗蛋，可以摸得到，是软的，别动，软的，明天就会下出来了。好，走吧。小乌跑哪里去了？怎么没看到鸟啊？飞回来了，跑去哪里了啊？我是小八哥。你是谁？我是小八哥。小八哥，跑去哪里了？刚才都没看到你。走了，回鸟窝孵蛋了。看一下它有没有下蛋。两颗鸟蛋了，好漂亮的鸟蛋，不知道它能下几颗，一天下一颗，太漂亮了，拿出来看一下，蓝蓝的，跟画眉鸟蛋一样的。你这黑不溜秋的，怎么送出来的鸟蛋这么漂亮呢？拿去煮了好不好？拿去煮了好不好？煮了给你补充营养，然后接着下。回去孵蛋了，放回去给你，放回去给他了，他好像有点不开心，关上给他，进去，回鸟窝孵蛋去，走了，回去孵蛋去，走，他要进去孵蛋了。